真服了。我上个月20号的时候刚走，这才几天呢？这才半个月嘛。我半个月来一次，那要去医院的呀，那要看一看，发现有病呢。一个月出2次血，一次一个星期，半个月都来出血，真离谱啊！
这个线绷着了，这个线突然绷着了，动不了。
夏天了，荧光棒没送的就过期了。哇，他们是长粉。对，等到夏天了，长粉。成是荧光棒，荧光棒每日增加50%。如果没有涨粉的话，荧光棒就只能拿到100%。有涨粉就是100%150%，很担心的。
谢谢。
是。